杀人口再换船长吧，现在换不行，而且装备太物理了，搞了半天全是剑圣的东西。完了，这样都站不住，还得出门，装备实在是打不动人啊！这哥们儿，哇塞！56，就下一回合了。哎，为什么我拉他的时候，他还能在被我拉的时候放大的？为什么呀？哎，我不理解啊！我操！这人拉着为什么还能放大的？那拉他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人拉着还能放大，拉他还有什么意义啊？这已经人从这儿拉过来了，他放个大，把我这个在角落里人还放死了。四家破甲弓，剩下五家，有四家是破甲弓。他还在转啊，当时他还在转啊。这还有个三星吉克斯，没有，还有很多分数，分数还有很多分数。哎，这把这个愚人进陷阱了，真的，这把愚人进陷阱了，装备其实不太匹配，后排没有输出啊。再加上外面全是破甲弓，真的，外面全是破甲弓，没有一个不带破甲弓的。我刚才七人口，我有什么要追的吗？你说嘛，除了一个两星安妮，我有什么要追的？我刚才七人口，除了两星安妮，我有什么要追的呀？那你们说说我有什么要追的？请问我有什么要追的？我之前打的时候我没上人口，我弄了个三星兰博，对吧？后面还弄了个三星维克托，结果对面玩的是原计划，两个厄加特把我拉进去。谢谢三风醒七分醉。追什么三了？追什么三了？滑稽的，真的是50块钱你追什么三了？说出来话真的滑稽的。你主要的人都到了二之后，你上去之后增强你的体系不很正常吗？我又不是打剑圣，我追什么三的大哥。睡觉了，明天再搞吧。不是，正好外面全是破甲弓，你看剩下外面所有的人全是破甲弓，前面的那个盖伦站都站不住，全都是破甲弓，站都站不住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打别人的时候别人全是闪避，我上一把镜打对面那个盖伦，这盖伦全是闪避，
这把我轮到我的那个什么了，对面打我，我永远不闪避的，两下我就给我打死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刚才那个镜打我的时候，他就一个破甲弓，他没其他东西。哎，我身上我就不能，我为什么就不能闪避呢？只能别人闪避，我闪避不了，我接受不了啊，真的是太倒霉了我。刚才做了个镜，动了两个巨杀，打盖伦，盖伦本来想着把他血快点打下去，双巨杀，打对面他妈四下全闪避，别人打我每下全中，全都还出暴击，还给我破甲，结账结账结账。不搞了不搞了，睡觉了，明天见明天见，拜拜拜拜，明天还是先搞小精灵啊，明天先搞小精灵，晚安晚安晚安，拜拜拜拜。